家好，我是美食说的芊芊。你走的每个音都走到我心里，没错。等一下。欢迎来到理想状态，我们终于见到面了。我有一点累，累得无法对你说再见，也许只是装作无所谓，也许只是害怕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说的芊芊。芊芊好美哦。谢谢。会紧张吗？我现在很紧张，我很怕变成大型的破坏现场。不会，你刚刚我认不出来了。你一说你的声音太好听，我认不出来。你走的每个音都走到我心里，没错。等一下，芊芊第一次来练团之后，我们就马上订了6次练团的。据说我是练团次数最多的人，对，应该不会再更多。对，